如何对善知识起大信心，如何也让其他人认得大善知识，也升起大信心。这点是这样，信心是自己主观的过去现在的因缘，你要多理解它。一个修行人，他不会把他真正为众生做些什么，想要做什么，或者他多少努力，他随便跟你讲，你要自己深细的观察。我清净忏公、显公、广公和尚、海公，他们都不会说他自己是善知识，但是你点滴你就知道，他对你客气，啊，他自己用功，他律己，或者他发愿为众生做什么事，点滴之间他流露出悲心跟深怨，你要去体会。没有一个人他会自己跟你，真正的修行人他不会跟你说我是善知识，他不会这样讲。只有那个那个才会这样，哦，你懂意思吗？这佛门里头他讲无我的，他怎么跟你说呢？这样懂吗？那当然了，善知识一定跟戒律的前提有关。他不敢说持戒多么的深细，但是重点的戒他不会颠倒，大戒杀盗淫妄他不会颠倒，他也不会叫别人去颠倒，了解吗？那当然了，密宗有所谓的什么双身法，我还是主张那个是在家人、在家上师他们在做的事。哦，那当然有人说，啊，那个是怎么样子，有多少功力啦，如何这般，这点目前不容易了，哦，目前不容易，哦，所以是这个，在如何让别人也起信心，重点在你，你自己要有信心。你自己的信心是怎么来的？信心不能浅盘子，你看那浅盘子看起来很多，但很浅，动一下就水就跳出去了。你的信心不能是这样，什么意思？啊，人家说你师父两句话，你就对那个师父完全倒台。哦，我是这样哦，我这样。别，你师父怎么样？你亲近那么久了，抵不过别人三秒钟的一句话，你不觉得这样子？那这样算是有信心吗？哦，阿伽曼尊者传，不是阿伽曼，那个密勒日巴尊者传，还有冈波巴尊者传，你去看一下，还有虚云和尚传记，你看一下，近代古代的传记、出家人传记，你要多看。你就知道，有的善知识是视线邋遢样子，有的善知识视线这没有，没有那些拘小节的样子。但你一定要用某个样子来看，那就很可能会当面错过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你也不用去造神。所谓的善知识，不需要说，不需要说。啊，他要完美。我以前我清净忏公，有出家是我在家哦，清净忏公。我出家当然在别的地方出家，就清净忏公机会比较不多，但是还是会被他当面考验、当面削啊，这就不在话下。你去听 YouTube 上面我讲我清净忏公的因缘，大概你会听得到，我就不再多说。但是呢，他会视线凡夫相给你看，他会视线愤怒，他会视线多疑，他甚至要故意怀疑你。那广清老和尚，他去后山住了三年，回来之后，师父就叫他说：“你去做香灯。”啊，他也习惯常坐不卧，他就在大殿里头常坐着，一个蒲团坐着。有一天，那个承天禅师很，泉州的承天禅师很在乎的是那个大殿的功德箱，他们靠那个功德箱，游客的功德箱，结果短少了很多钱。人家就说，那个广钦没回来没事，从来没掉过钱，他一回来还做香灯，离那个功德箱最近，香灯，哎，就丢钱了。所有人都说一定他搞鬼，足足用了一个月，他都无动于衷，
后来他师父转成上人，再把他叫过去说：“我看你还不错。”他说：“怎么说？”因为功德箱的钱是我把它偷偷拿出来的，让所有人都对你反对，看你怎么做，看你起不起烦恼。很多人自己出家人自己觉得没做，没做就好了嘛。那人家对你说三道四的，那是非以不变为明白嘛。你没做，你紧张什么？有人就抓狂了，不到三天就走人了。这不是道人。有人说啊，生病去，生病请假去外面看病。有人一回来说，哦，早都去投，一句话也听不落呀，抓狂。我哪回去投？我就挂逼，我想想，我哪有去投？我就跟他讲说啊，你没去玩就好了呗，造业的是他，怎么生气的是你嘞？你们听懂？造口业的是他，那生气却是你。你是什么？拿石头扎自己脚吗？没道理嘛。你说哦啊，他讲这话人家就信了是吧？请问人家要干嘛要信？干嘛又不信？你去外面玩干他屁事啊？是不是啊？人家修道人谁会管你谁怎么样啊？你要浪费你生命你家的事，他也不会多同情你。你说你真正去看病回来很用功，那也是你家的事，因为他也忙着做他自己的事，所以不要那么在乎啦，没人在乎你的啦。你那么 care 干什么呢？他听一听，撑了个半天，他才跟我顶礼。说：“哎，我知道，我错了。”撑到半天，我还笑他。我说：“会想慢不？”你现在才想通，会不会太慢了一点？他笑起来了。我就跟他讲：“随诵《法华经》。”那时候在清凉，那时候在青龙寺。人不多，那人家只是开玩笑一句话而已。他不要讲谁了啊，反正就这样。现在不在这儿，很这种情形很多的呀，所以呢，信心这么薄弱、糟糕，你怎么能让他起信心？你的信心要什么？所以我亲近战功了，战功常常出怪招嘛。有一次，有个长老出家很多年，三四十年，二三十年有，一定有三十年。当着我的面削我，我那时候还在家居士哦，我那时候大三了，当着我的面削我。那个某某人呢，你都在亲近那个灿云的呢，他这样讲啊，他说啊，阿弥陀佛，那个我跟你讲啊，他说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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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当着我的面，其他还有人呢，我的学弟妹都在旁边，我很自然。我跟他讲：“长老法师，你说的是，他或许真的这样，我 OK 啊。”哎，他傻眼了。我亲近的善知识不需要是圣人的，我尊敬他，我觉得他做到了。的事情是我该学的，我觉得他有悲心，我觉得他敢承担，我觉得他照顾徒弟，我觉得他爱护我，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道人。任何一个理由或两个理由或三个理由存在着够了，我不需要他是圣人完美。你批评 OK， 很可能你是对的 OK 啊。他当场傻了，我的学弟妹也啊啊，学长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我没有讲假的，我说很好啊，他很可能是对的，串供很可能是就他说的那样啊，但是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啊，我不需要串供是个完美的圣人呢、啊，我不需要啊，恰恰他是个凡夫，我才会看到我该在他身上学的呀、啊。所以很多人会在我面前说：“哎，战功这样，那样。”我都说谢谢。搞不好你是对的哦。这样我更珍惜我的亲近战功。我不需要跟他辩论的。我常常讲，你孝顺爹娘，不需要你爹娘是圣人嘛？搞不好他凡夫倒不行，搞不好比你还凡夫。你学佛，他还没学佛嘞，是不是啊？
是不是啊？你没那么贪，他搞不好比你还贪，那你要不要孝顺？很是啊，你跟他有感情，你就会孝顺。当然也有那个没感情的了，或者感情薄的了，当然也有，或者见了面就吵架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啦？有啊，有的男孩子前回去见了他爹就是吵架，只差没打而已，没打起来而已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算什么啦？你对哪部教较好？你我读书，你敢摕半仙给我？你话赖上？啊！你若讲安尼，那我想怎啊？我要安怎来的？怕啊！我都看过这种的啊，有没有？有啊，有啊。儿子跟老爸算账啊！你算什么查甫人？你拢无请用得惯，有无？有啊，也是有啊。阿爸讲，我是你阿爸咧，你阿爸，你是我阿爸，佫会较歹讲啊，袂使讲，一个阿爸做我阿爸，啥物讲，足粗的话，你听有意思无？安尼啦，你算我安怎啦？拢许，你这种阿爸卖嘛袂要紧啦。我讲啊，阿爸气到要下去，有没有？有啊，人生百态啊。要孝顺，这都没关系。好，不爽，这些都是有关系。可是你亲近善知识不是这样的呀？你亲近善知识，你要弄清楚，那不是一念感情，不是一时的崇拜，不是的，是你要仔细的感受。所以它是深而密，不是广而浅。广而浅，一抖一下，水都跑光光了。你看，你不信？你用个盘子，用个盘子装水，从你这走到那里已经光了，掉光光了，经不起震动。但是深而广的杯又密，你怎么拽？你怎么拽？你怎么拽？它不会啊，人家怎么推？我的信心之水永远在，就这么讲。我有个学生，当了其他学生的面。说你没开悟啦，你骂人骂到这么难听，你没开悟啦。谢谢谢谢你的指导。我没说我开悟，我是比较衰做你老师这样而已。真的是你老师。现在听懂吗？啊，你还能怎样？消业障而已，我很自然，懂吗？也一定会难过的啦，我没那么厉害啦，我会难过，但是呢大概两三个小时之内就搞定了，严重的啦、哦、很少过夜，这种难过很少过夜。为什么啊？你就承认你自己是颠倒凡夫啊，求佛菩萨加倍啊， 我不行啊，才招这个人家这样子的话，这不叫侮辱，这叫刚好，没有什么侮辱的，我的剃法着胜早衣了，哪有什么侮辱呢？难堪一定有，那我们就求忏悔啊，这是我们。但是你亲近善知识，那个你要去亲近，那这些都应该是要你能超越得了的。人家在侮辱你的所谓善知识，你不是要跟他拼个你死我活？你怎么对我的善知识这样？你越这样，越表现出你对善知识信心不够。你要说，所以他讲忏功的时候，我就说谢谢，很可能真的哦。我 OK， 我一点都没动。他也是修行人了、啊，他自己也知道，他就再也不会对我讲这种话。我在的地方，他就不会再讲忏功怎样了。他动不了我啊，我完全接受。唱功可以是你说的那样，乃至于加码都不会影响我对唱功的尊敬跟恭敬，这才叫信心呢、啊。那你说这个信心会不会影响别人也有信心？会不会？会不会啊？有人因为在网络上听我讲了这个七个小时亲近唱功的事情，他去莲英寺朝圣去了。唱功已经圆寂不多少多少年了，他说他还是要去，就这样子。是我的信心会影响到他吗？他从来不认识善功，就去的时候呢，
听说还蛮感动人的啊，怎么怎么样、啊、那里的师父跟我讲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哦，所以说要怎么感，要怎么让人家能够起信心，是你的事，你自己信心要密不透风才可以。